如果你是黑五新手，是否快被满天飞的折扣和好物推荐晃得头昏眼花了？今天就来和大家梳理一下黑五必逛的热门商店。综合类，最综合的沃尔玛产品种类非常全面，家具区兼顾颜值和性价比，不管各式各样的大小家具都可以在这里找到。黑五期间经常有电子产品清仓特价，例如 AirPods Pro 169刀起，还能抄底收电子游戏及游戏外设，种类应有尽有。 Target， 购买家居产品、大电器、小电器、数码产品的好地方，例如349刀起的戴森 V10 宠物版，再如新版 Apple 礼卡，面值100刀，线下线上软件商店均通用，还额外送20刀礼卡哦。还有很多质量非常好的母婴用品、儿童玩具，儿童自行车低值39刀，儿童汽车座椅大促销半价起，还有适合各年龄阶段孩童的户外玩具。记得申请好 Target 会员红卡，结账都会有额外5%的折扣，并且延长30天退货时间，在官网购物还能无下限免邮。Costco 可以说是每年黑五最受瞩目、折扣力度最大的商家了。苹果、戴森等品牌历年以来 Costco 都是优惠力度最大的，还有各种实用的小电器，如74.99刀起的 Waterpik Ultra Plus 家用水牙线、便携水牙线套装，129.99刀的 Ring Alarm 家庭智能安防系统十件套等等，还有超多热门品牌保健品也会疯狂打折哦。Kohl's 也是综合性超市，我们熟悉的家庭小电器如 Toastmaster 慢炖锅、 Ninja Foodie Pro 5-in-1多功能电烤锅、 Power XL Vortex 七跨托空气炸锅、 Sharks VS362 手持吸尘器等，做饭的、清洁的应有尽有，还都是超值好价。各户类如飞利浦三代女生牙刷，原价229.99刀，现在折扣加返现，到手只要50.74刀起。Amazon Kindle 电子书59.99刀起， Echo Dot 四代28.99刀起， Blink 户外监控组合130刀起。电器类， Best Buy， 需要添置阴影娱乐设备的小伙伴就认定 Best Buy 吧。 Nintendo Switch 红蓝加马车8加3个月会员，黑五价只要299.99刀。再如惠普 Envy 5070多功能无线喷墨打印机，黑五价34.99刀，扫描、复印、打印一体机，支持照片打印和双面打印、彩色黑白打印，学习办公都离不开它。家居家装类， The Home Depot， 不管是房屋装修维修还是家居维修翻新，大到一整个大木块，小到一颗螺丝钉，这里真的是要啥有啥。另外，冰箱、洗碗机、烘干机、微波炉、破壁机、刀具、按摩椅、地毯，甚至带 LED 灯的圣诞树都可以从这里买到。时尚美妆类， Nordstrom、 Macy's、 Belk 等等。女孩子们在黑五期间当然要各种囤美妆、囤护肤啦。像 Nordstrom、 Macy's、 Belk 这类大家熟悉的商场，都是囤各种护肤美妆套装的好机会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顺便给自己物色好看的新衣服，无论是正适合冬季的羽绒服大衣，适合旅游度假的泳衣比基尼，还是运动健身的运动服装备，内搭外搭在这里一定能够选到心仪的款式。以上就是本次黑五电商超市推荐了，如果喜欢这期视频，请点个赞分享给朋友，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哦，会有更多北美有趣实用的内容等你来看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